积怨已久妈妈终于大爆发，我真的不应该为你生小孩。在照顾宝宝的时候，就是等于没收入，再补贴了一些车钱，也是用撒娇的方式哦，冷冷和我说，可以在家里顾小孩就不用花钱。哦，太过分！我儿子跟我说，我真的很后悔没有好好的学英文。侯聪明，你已经输了，你还要让你的小孩输吗？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